看这一题，他说下列有关实际位置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看第一个选项，一兆是100万的100倍，对不对？一兆多少？一兆是1万个1万的，就10的4次方乘以10的4次方，1万个1万的。那100万的100倍呢？就是100万嘛，100万乘以10的4次方的100倍，再乘100，那这里不一样。这个是10的话呢，10的4、5、6、7、8，8次方了。这也是10的8次方，所以没有错 ，A 是对的。这样看来，100亿，100亿就是100个亿嘛，亿的话就是万万，万万就是10的8次方。那100万呢？100万就是100个万嘛，10的4次方的100倍，乘以10的平方嘛，那这两个有不一样？这是10的10次方，这十的话4、5、6、7、8，这不一样的，哦，这两个不一样。好，再我们看呢，一兆的话哈，是100亿的100倍，那这跟这个是互相冲突的嘛，所以这应该是不对的。一兆的话就万万嘛，10的8次方嘛，那100亿的话是100，乘以呢1亿的话是万万嘛，是10的8次方，哦，不对哦，一兆是什么呢？一兆是1万个亿啊，不是1万个万，10的4次方，1万个亿啊，哦，所以是10的12次方，哦，所以我刚刚这里弄错了，一兆是那个1万个亿啊，所以是10的4次方，1万个亿。1万个亿的话，这个是10的12次方啊，所以刚刚这里弄错了，这十有10的8次方而已，所以 A 是错的。哦，这一兆是1万个亿嘛，亿的话就1万个万，所以10的12次方，它这个多少呢？这是100亿，亿的话100亿的100倍乘以100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等于10的8、9、10、11、12，10的12次方，所以这两个一样的，所以应该是这个才对啊，我刚刚这个是错的。好，再我们看看呢，100亿，100亿就是100个亿，亿的话是万万嘛，万万就是10的4次方的10的4次方，就10的8次方了，100个亿，那1000万的100倍，1000就10的3次方嘛。万是10的4次方，这1000万，1000万的100倍，100，这10的几次方？7、8、9、9次方而已，这是10的10次方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一样的话是这个，所以这题答案应该要选 C， 哦，答案应该要选 C。